梗係開心，因為用咗幾年嘅時間先可以拉出呢個成績，我滿意。因為以往即係前一個月我拉，即係自己拉一次係拉1.52分，即係平均個數。但係今日係拉1.51分，咁我快咗，梗係很開心。我原本有，因為我下年有諗過轉全職運動員，即係可能就係為學校最後一年拎牌嘅機會。賽艇即係喺水就要講技術啦，即係有啲項目唔夠人輕啦，即係你技冇乜技術，你未必會跑得快。但係室內賽艇你有體能啦，你有力嘅話，你就一定會贏到。即係你肯堅持就會贏到啦。即係如果係室內賽艇嘅話。